坐捷运，再转公车，从捷运芦洲站一号出口出站后，转搭橘二十公车往观音山游客中心。跟观音山游客中心有关的介绍，可以点选右上角牛岗仑步道这支影片。往硬汉岭的步道路口就位于观音山游客中心机车停车场的旁边。首先会先经过崩贵斗湖登山步道，崩贵斗湖登山步道全长约788公尺，刚开始是斜坡向上的产业道路，经过福德宫以后开始是陡上的阶梯，相比之下牛岗仑步道走起来比较轻松。丰贵斗湖登山步道的尽头会接到硬汉岭步道，按照指标往左走就可以前往硬汉岭牌楼。终于走到硬汉岭牌楼了，这里聚集很多游客，排队等着跟牌楼照相。硬汉岭牌楼是硬汉岭步道的终点，但只是我们这一趟行程的中间点。我们还要继续走到八里渡船头，请期待我们下一支影片吧。